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，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，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，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。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，给我你灿烂无比的初春和深秋，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，给我你最最珍贵所有的所有。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和久久，给我你多年以后仍握紧的手，给你成熟，你给我迁就，会不会就这样白了头？老师，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北京热吗？因为
因为你来了，因为你来了。怎么已经没见到？还好根本带裤子。不记得了，毛深了，记不记得？印象很深刻。那你见到我了吗？没有，我没去。数怎么说呀？数你最帅，数你最酷，你们最美。是你啊，你头发，我头发咋了？强烈推荐那个按摩仪给你。啊，用了，你用了，用了，感觉怎么样？试都没试就推荐给我了，因为每个人试的感觉不一样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你为什么没用？我肯定觉得好才推荐给你的。不，你刚刚说你的眼影是什么呀？推荐一下。当然不能这么简单的推荐，很好看的。片头啊，我的天哪，又没有吃到你的蛋糕。大型蛋糕呀？对，你们也不去。要去看一下吗？其实拍的要交背时了。我今天拍的还行，你要每天，你要每一次看到我的进步，知道吗？你再弄一个，我再拍一个，再弄一个，我刚刚没抓拍到。是吧？我信他，我信他，我信他。你为什么放的是原因？这个，那我要你这个。我再尝试去翻一翻吧。行，这个很平淡。就是你能不能周日去西藏呀？我还可以。周日我来不及了。那边啊，其实我还是空的。我以为你不知道你从哪儿出来的。拜拜，你带我们回家吧。亲，走走。吴老师叫我们坐。我在这儿，我可以看。我坐你边上。跟师妹坐一块儿。今天要是有张照片还虚的，我就这个。怎么？怎么？要是不虚的，你给我点赞，可以吗？你给我点赞嘛！啊，我都不动了，他都是虚的。我现在在录视频。哎，视频就是空的稳，一会儿虚的，一会儿。这个帽子后面是什么呀？帽子后面没什么。OK， 是个什么帽子？啊？没有。你站过去，站着我看看。商标。哦。这么大还看不见？后面的。下一次要记得给我买十根烤肠。下次就不是这个话，又别说烤肠。因为你就是很特别的，所以来个特别的吧。我也很特别，这个有一个不一样的祝福。新年快乐！